今日 Head Four 帶大家嚟食呢一間位於池袋嘅Hello 靚女，有咩推介啊？今日好似好正喎，又係好少少嘅拉麵咧，都要排隊。冇錯，唔知好唔好？應該都會好食。十幾個人在度排緊隊，幾多錢啊？加埋你個辣味輪呢？味輪新味增，有字獨字啊。OK， 咁就係1310 yen。OK， 咁我嗰個唔辣嘅味增拉麵咧，有味輪嘅咧，就好似講錯，就係1210 yen。feel feel 个汤先啊。味噌汤好浓郁，个面煮得好好，烟韧烟韧，加埋个汤一齐食好好味。切得切得好好啊。好食，好唔好食？我覺得咧，好好食。我都覺得係超吸引，好食唔油膩，係麵又彈牙，煮得嗰個豬咧個叉燒咧又好食，冇錯，個蛋又好食。呢間都好高分，我俾9.5分佢。哦，即係輸俾無敵家5.5分。點解咧？酥就是酥油煙，它裡面呢有炒東西，因為它要調個湯，又炒一下芽菜。其實它高分的原因呢，除了它各樣東西都很好吃，它那個veggie 它加了下去呢，有芽菜呢很好吃，它有洋葱的，其實裡面有少少洋葱。大家來吃，好 detail， 一定要吃，這間要吃，值值。柚子鬼，你识佢啊？呢个系日本嗰啲传说，精子啊！呢个好得意啊！呢只丸红，系啊，好得意啊！食货咧就一定系推介呢一个嘅寿司面膜。好嘢，放个屁俾你闻啊！哇，好立体，巨大，送俾我哋好忠实嘅粉丝。童年回忆，好靓，呢个好靓，系喎，几多钱啊？1200元，啱，太得意啊！
壽司卡，喜不喜歡？喜歡，即是生日就送了，挺好挺好，也很漂亮。哎呀，這些貼紙好得意。 Lottie 和 Snowy 啊，Snowy 那些樣子有在這裡，很得意， So cute。之前呢 Suki 那些一百歲備忘錄啊，我們之間那些字呢，即是封面那些字呢，全部都是小弟用這些筆來寫。有都看不到一百英元新筆，希望全部都是 Made in Japan。 哇，童年回憶的蠟筆，大家有沒有用過啊？發揮無窮創意的時間到了，看看，哇，挺漂亮的，畫得是一個品牌的 logo 來的。是什麼 logo？ 漂亮的，我是圓的，塊臉這塊臉是尖的。 I wish。 鞋帶就有型啲啦。如果你有一對白色嘅波鞋，綁條有顏色嘅鞋帶落去，咁就型。你覺得係咪？呢個呢個幾得意，好靚呢個。嗯，4291 yen。有 coffee shop， 有一個細嘅 kitchen。一双四，看看哪个 pat pat 可以撞到大家。三变一 ，K 二 ，again， 一，三二一，系咪噶？你系咪用只手挡住噶？一次，三二一。跳转跳转，喂，唔系喎，可能唔平啊，因为三二一，点解嘅？三二一，唔系啊，我要揾个嘢为止，呢笔一二三 ，OK。至少有一次贏都 OK 啊！望落去，象徵度非常之高嘅微型假盆栽，哇，好似真嘅一樣。但系呢啲呢就系真噶啦，仲有好多配件等你慢慢裝飾。3000 yen 不算太貴，有幾別緻，正。老婆推介，說它是表面上平平無奇的一隻sake杯，但是其實炸了，瞬間變富士山。 Made in Japan 還有3000 yen 咋？屋企已經有，你除非係買過有呢啲咁樣。唔需要。飲sake。嗯。嗯。睇到未啊？哇！擺筷子嗰啲啊。咁要買幾多個啊？睇下睇下先，500 yen 一個。終於找到了你，嗯，開不開心啊？餃子，
雞蛋都有。白蘿蔔。白蘿蔔。釣魚燒啊。會攝住咗咯，你見到有啲邊啊？呢個好笑喎。但係佢，我驚佢都會攝住。你八爪魚點解一邊一個啊？我懷疑係。一邊一隻筷子。信心。呢個是靚釣。呢個450 yen。話說鄧太已經在這個化妝的 session 度留地了差不多45分鐘，看一下揀一下揀一下看一下撚一下摸一下摸一下捏一下捏一下摸一下摸一下試一下試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他的手陪老婆是一種美德，記住要陪你老婆行化妝區啊！如果唔係，會唔開心噶？呢個仲有果糖果果汁。係啊，我係你就買啦，一查咗應該好似佢咁。如果我買三個果果，唔緊要，你中意咪得咯，傻嘅你都。唔得，我買一個算。不好喎，一個色不同，一日哎呀，早知道買佢有。本限定啊！你覺得我查邊個顏色好咧？呢個草案。嘟嘟嘟嘟嘟。咁樣。仲有透明。透明就好似冇乜用啊。唔係啊，當佢 lip gloss。唔使度買啦，咁樣。你们家咩玩法？出名咧，佢就话咧呢个系妹妹仔嘅圣代店。即係嗰個動漫嗰啲啊，咁咧就咩十二星座聖代口味咧，係會令你選擇恐懼大爆發嘅。咁而且佢聲稱咧就係、服務新，好周到，有英文菜單。嗱，服務周到真係唔知道。So far咧，我個人認為咧呢一度嘅食物的服務行業呢已經有好幾間令我們覺得都真的差了很多、這個是雙魚座十二星座十三星座，其實為什麼叫十三個的？魚哥好像說多了一個的，是嗎？傳聞雙魚座、牧羊座、金牛座、金牛座、雙子座、處女處女、獅子、獅子、巨蟹、巨蟹、天平、天平、摩羯、哇！即時呢個摩羯真係呢個係咩？蛇呢、這個就係新嗰個座啦、哦，蛇喎，係咪啊？應該係、應該係啦。射手座、射手座、山羊座、山羊座、水瓶座，你是呢個人？因為佢有抹茶，有英文 menu。我覺得自己嚟到呢度好青春啊！石大師咧就覺得咧呢一篇嘅參文咧就係、能夠擊中少女嘅心，點解咧？因為都會睇呢啲噶嘛，啲少女除咗傾偈，然之後就揾自己嘅星座，哎呀，睇我個戀愛運啊，有冇一個揾到自己命中注定嘅？的男人或者男朋友的出現、都是很有少女心的。你以前會不會的？我會看 Yes 的，我會看 Yes 那個十二星座那個的，當然都是看看的，就是看看啫，也不會信的，八卦。但是跟朋友說聊天都是個話題來的嘛，這些。現在不是十二星座，是十三星座，挺厲害。我哋呢啲，靚字呆啦，靚字呆啦。
呢一度全部都是星星星的，所以是一个星座的咖啡。是啊，是。哇，好靓啊！是红豆啊！哇，正！好香綠茶味啊！一個雪糕，好唔好？呢個餅乾麻麻地啊，唔算太甜，都幾好。我真係有啲軟。唔係啊，你睇你一擺拉咗側邊咧，嗱你中間仲 OK 啦，嗱睇住，跟住咧你擺側邊咧，屎掉佢呢度廣角鏡啊！裸蟹都在中間。今晚自己燒，看個餐牌好像很吸引咁噃。睇下隔離嘅靚女係邊個先？嗨，靚女你好嘛？你又撩我，又係你嘅痴漢。有神户牛的套餐是4000日元，低一级咧系3480日元，再低一级咧系2980日元。系。嘉怡，你开个柜桶睇下。哇！呢位同学收埋好多筷子。啱啱我落咗呢个沙律酱。佢呢個係酸酸地嘅醬嚟嘅，好食！哇！阿呢個多謝啦！有依個，依個有天池，有湯，有你中意食嘅牛脷，有和牛肉，五花腩，仲有啲牛嘅，唔知咩位。汁嚟讲有辣嘅汁啦，日式豉油，淡啲味嘅日式豉油，蒜蓉汁，正，同埋柠檬汁。烧乜嘢食先呢？都谂咗一大轮，就烧和牛先啦。哇，好似好好食，卖相都的确唔错。食和牛啦，第一次喺呢个地方。好吃是不是？好吃。你吃什么？猪定是牛啊？熟了没的？好吃，好不好吃？好吃啊，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吃薄饼表示满足。够饱，好似我咁可以喺呢度追加你想要嘅肉。menu 嘅版面简单易明，容易操作。哇，咁快我老婆就，好满足你，正。鸡爷，呢一间，你讲啦 ，F4。这个自助式单人烧肉好不好吃啊？好吃。你吃了什么啊？我吃了一个神户和牛餐。是。4000日元。你觉得好不好吃？我觉得好好吃。不用这样好瘦啊，因为你在中间。我费事被人说我又完了。OK， 你覺得感覺呢間呢間 sofa 係燒肉店，我哋而家暫時啊，雖然佢唔可以對住坐啦，但係佢嘅肉質質素係好高嘅，同埋佢嘅和牛嘅嗰個油脂分布咧，我都覺得咧佢係比較好食啲嘅，嚇真係幾啱啱好咯。嗱，佢唔多噶，佢嗰塊真係最靚嗰個位置嘅部位咧。
它是得四塊的，但是你多的話真的會膩，我覺得剛剛好。同埋個牛脷都是很好吃的，它整盤的肉都是很好吃，個五花腩都是很好吃的，豬那個這個 pork ribs 那個位置，咁真係我覺得，預期食放題食埋曬啲都唔知食咗啲乜嘢嘅肉又蟹，咁不如食呢一間，你知食緊啲乜嘢，同埋好食，每一個肉都好好食。我老公俾我試咗佢嗰盤2000多 yen 啊嘛，你話， yeah. 但係咧佢嗰盤其實都已經係好好食嘅，完美，係呢間好值得食。不算貴，我們兩個人吃了7000 yen， 哇笑啊，真的300多港幣而已，飽的嚇，飽的。我的飯呢我還很醒目地不叫大了已經，因為我知道 regular 應該都是剛剛好啦，女仔吃，還有它的日本珍珠味很好吃，好好吃，好好吃。 OK， 吃報告完畢，幾分？我覺得這間有10分，完。